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昨天讲到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中的清净，今天我们接着往下讲，讲平等觉。平等觉经云：“平等者，名为真如，乃至。” 平等者，即不二法门。今经题中平等觉有四解。平等普觉一切众生，即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。以平等法觉悟众生。平等觉指如来之正觉。 专就本经而言，平等觉，亦即极乐教主之圣号。修学总纲领，第二是平等觉。什么是平等？用最简单、通俗的话来解释：一就平等，二就不平等。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的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”，说的什么意思？学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弄没弄明白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尽管我们对这两句话是张口就来，对十大愿王倒背如流，但不解如来真实意啊！我们知道的。 只不过是皮毛而已，精髓的东西我们没得到啊！起心动念就不平等，哪个事儿你没起心动念，一件事你都找不出来。我们从《无量寿经》上听明白了，觉悟了，知道什么是平等心了，恒顺。 就是平等心。上哪儿去找平等心？不用外找，横顺众生，你的平等心就现前了。多么简单的事情！恒顺、随顺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心里起一个妄念，就不叫随顺。随顺。 是随顺性德，随顺法性，随顺自性，自性清净，法性无染，这叫随顺自他。自己是自性，他是法性，这是真正随顺。所以，随顺是清净的平等。 是平等心，这是真如。给同学们讲个有关平等的故事。当年在延安，生活很艰苦，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，自给自足。有一首歌叫《南泥湾》，就是那时非常出名。 人人喜爱的一首歌，至今传唱不衰，成为一首经典的历史歌曲。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当年的延安。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。有一天，毛主席要接见一个人。 谁呀？肖劲光。肖劲光一接到主席接见的通知，高兴啊，早早的就赶到了。进了主席的屋，看到主席坐在炕上，没有下地，身上还盖着被子。肖劲光心里纳闷儿了，主席。 一向是彬彬有礼的，今天怎么连地都不下呢？他看到主席还盖着被子，心想是主席身体有毛病了。于是他就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您是不是病了？找医生来看看吧。”主席笑着对他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没病。” 肖劲光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主席，似乎在问：“那你这是干啥？怎么不下地呢？”你们知道主席是怎么说的吗？你们肯定猜不着。毛主席说：“因为我没穿裤子，所以不下地。”听得肖劲光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 那裤子呢？洗了，没晾干呢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平等，这叫同甘共苦。生活艰苦，战士一条裤子，主席也一条裤子，没有任何特殊。什么叫伟大的领袖？这就叫伟大的领袖。 讲到平等，给大家讲了一个小故事，就算是一段小插曲吧。虽然是小插曲，你可别白听啊！要怎样才能达到平等？中国人讲和平，和在先，平在后。你不和，就不会平。 和是因，平是果，所以佛教我们修六合境。六合境的目标就是平等觉。不能六合，平等有名无实。与人相处要和，人要和，事也要和，无依法不和。 佛教我们六合，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认真的修学。清净、平等、觉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互为体用。你不平等，决定不清净；唯有清净，才会平等；唯有平等，才会觉。 就像水一样，水不起波浪就平等，不浑浊就清净。觉是它的用途，像镜子一样，把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。觉是照见，所以心要清净，清净就是不染污。心要平等，平等。 就是不动摇，这是真如，这是不二法门。所以，修行最贵的是一门，一门容易得到平等，容易得到清净。学多了，达不到这个目标。《无量寿经》经题“平等觉”三个字，古大德。 有四种解释，我们稍作详细解说。一，平等普觉一切众生，即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。这在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找不到第二种。这部经，平等普遍觉悟一切众生。 是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法门。同学们，只有认真的思维，并亲身去体悟，你才知道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一句“阿弥陀佛”佛号的可贵。哪一部经典能让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？菩萨？ 以这部经典修行成佛，阿罗汉；以这部经典修行成佛，凡夫；以这部经典修行也成佛，连三恶道的众生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依照这部经典的方法修行也成佛，平等成佛。念佛法门。 真的难信之法。如果你真信了，你今生真成就啊！可惜的是你不肯信呐。不但平等成佛，而且是平等快速成佛，不会说菩萨成佛快一点，我们成佛慢一点，没这个道理。 如果菩萨成佛比我们快一点，那就不平等；菩萨成的佛比我们高，那也不平等。佛，天台家讲，有四种佛：藏、通、别、圆。菩萨成的是圆教佛，我们成的是藏教佛，这不平等。 所以，这个法门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真正不可思议，真正是难信之法。几个人有缘遇到，即使有缘遇到，还不能当下接受。这就是《阿弥陀经》上所讲的：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他就遇不到。 遇到了，还想这门，还想那门，不能把一切放下，一心专修。这是善根少，福德也少，他还要修这门，修那门，修的很多，这是杂修。这一生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很难讲。善导大师说。 杂修的人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万分之三五，一万个人中或者有三个、五个。他也说，专修的人是一百个人修，一百个人往生，一千个人修，一千个人往生，一个都不漏的。问题是你是专修。 还是杂修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杂修不如专修。敬宗自古以来，由于《无量寿经》的版本太多，内容出入太大，大家不知依哪个本子修好，因此干脆就依这个本子了，都依小本《阿弥陀经》了。 无量寿经这么重要的一部经书，唐代末后竟被舍弃。以阿弥陀经修行也行，也能成就。古时候的人比现在醇厚。古代社会染污没有现代这么严重。依照阿弥陀经修，当然能往生。今天这个社会。 人心病重，有一位慧性法师懂一点中医，他跟老法师说：“现在人害的病，照古人的处方用药都不灵，为什么不灵？现代人的这些病比从前人严重，要分量加倍。从前开药方用三钱。” 现在要用六钱才能治得了病。从前小本能治病，现在小本治不了，要用大本加倍了。大本没有好版本，不能不祈求佛菩萨再来，重新给我们汇集一个本子，来救度这一代苦难众生。 佛菩萨真的是慈悲到了极处，感得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聚这个善本。我们从历史上知道，智者大师是依照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修行往生的。他很谦虚，自己说只证得无品位，无品位是往生。 完胜同居土，品位并不高，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这部经是平等成佛的法门，你要想真正在这一生平等成佛，这是一件稀有的事情。真正是清净平等觉，你就要把一切万缘放下。 不但誓愿要放下，佛法也要放下。即使是发心将来弘法利生，肩负起如来慧命这样的大心菩萨，在初学阶段，还是要万缘放下，一门深入，一定要遵守佛的教戒。佛的教戒是四弘誓愿。 四弘誓愿是成佛之道，首先教你发愿，拓开心量，不能起心动念就想到自己的利益，这样心量太小了。儒家尚且不会，所以佛教我们发愿，要利益一切众生，要度一切众生。 一切众生，自然包括你的家族、你的家人、你的家人不会在一切众生之外。所以心要发得大，要立大志，不要小心量。小心量永远不能有成就，心量太小，大家想想，能往生吗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，他的心愿都是要普度一切众生的。你的心量太小，只度你一家人，只度自己，你自然跟他们谈不来，思想见解不相同，你怎么能去得了？这就是心不相应，愿不相应。 自然去不了，所以一定要发大心。你的心量大了，诸佛护念，龙天护持，这种书上的功德利益，你想都想不到。这可确确实实是真实的，信不信由你？你的家庭眷属有佛菩萨、龙天去保佑加持。 这是真正的加持，决定不是用手在你头上摸一摸就算加持，那是骗人的。有许多人找老法师给他加持，也像一般仪式一样，在他头顶洒几滴水，然后摸一摸。老法师告诉他们：“我不做这样的假事情。” 那是骗人的，用手摸一下，你的心果然清净了，把你的烦恼摸掉了，那是真加持。你们遇到那些人给你加持，有没有效果？或者当时心地很清凉，过了几分钟又恢复了原状，那是骗人的，不是真的。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。有人迷信，我说刘老师加持过的东西可灵了。我可告诉你们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谁说谁负因果责任。我跟你们说的才是真的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东北退休老太太，和你们一样。 就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今生了生死，出轮回，出十法界的一个念佛人。如果说我什么灵，我告诉你，我念佛灵。为什么？我心诚啊，心诚则灵。时不常在网上看到我在卖东西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 我什么时候成了商人？我连数都数不过来。我要是卖东西，那不得赔个底儿朝天呐？给你们讲两个我卖东西的故事。谁要是今天心情郁闷，听了我这两个故事，保证你不郁闷了。我这两个故事是治郁闷的良药。故事免费听，分文不取。 故事一：二零零零年以后的某一年，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。我的一个妹妹，我老伴子老叔的女儿，退休在家，心情不好。我女儿有孝心，跟我说：“妈，我得给我三姑找个活干，我三姑在家待着不开心。” 没过多久，就租了一个地方，让他三姑开包子铺，设备全是新买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，包子铺开张了。因为缺人手，我姑娘安排他老爸、老妈，还有他大姨，一共三员大将，去给他三姑当帮手。 就是现在所说的义工，我们三人就走马上任了。那个包子铺离一个建筑工地不远，来吃包子的大多是是工地打工的建筑工人。我和我姐是专职卖包子，我家包子个头大，一元钱三个。隔壁邻居说。 你家这么卖包子能挣钱吗？因为他看我买绞肉馅儿的，净挑好肉卖，而且是让营业员当我们的面儿把馅儿绞好，不能往里掺杂七杂八的边角肉。就连营业员都说：“我告诉这俩老太太，猪脖子上那个部位，囔囔踹那个部位，价钱便宜。” 买这样的肉包包子就行，可俩老太太不买，非买价钱贵的好肉。我家的肉包子货真价实，纯粹的肉包子。再说我老伴子拌的凉菜，特受欢迎。工人们说，这老爷子拌的凉菜太好吃了，价钱还便宜，一块钱冒尖儿一大盘子。 邻居笑话我们，没见过这么开饭店的。人家用的都是那种浅底儿的盘子，看你家的盘子傻大傻大的，装凉菜还得装到冒尖儿。说说我和我姐是怎么卖包子的，一元钱三个，这个我能数得过来。卖了几天。 我发现一个问题：工人买三个包子吃不饱，又舍不得再买三个。我跟我姐说：“咱俩一元钱三个，再另加一个。”我姐说：“行。”又卖了几天，我又跟我姐说：“姐呀，你看再加一个行不行？”我姐说：“行。”一元钱三个。 加两个，我俩卖了一个多月，被发现了，一工也干不成了，我们三员大将，全被开回家去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包子铺黄了，我问怎么黄的，妹妹告诉我，没有你们俩老太太在，人家工人不来吃了，人来了一看老太太不在。 扭头就走了，店儿黄了，新买的那些设备怎么办？虽然都是新的，你用一天也是旧的。我姑娘心大，不着急不上火，少部分减价处理了，大部分送人了，谁需要就给谁了。姑娘告诉我，赔了十多万。 故事二，大约是二零零零年前后，我姑娘在广州做汽车配件，我去她那儿住了一段时间，有时也帮助她干点啥。比如，哈尔滨有人要件儿，姑娘不在家，我就帮她询价和报价。我是询价多少，报价就多少。 有一天，住在对面屋的我姑娘的好朋友小娟儿在我屋里，目睹了我整个询价报价的过程。娟儿问我：“你这边询的价是五百，王哈尔滨报也报五百，你挣钱了吗？”我说：“还得挣钱呢。”把小娟儿说笑了，这个老太太。 你这不是白玩吗？不挣点钱，这房租费、水电费、人工费、运费的钱从哪儿出？你不得挣个差价吗？听了小娟的话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哇，还得挣那个差价。小娟把这事儿跟我姑娘说了，我姑娘笑了，说：“正常，老太太就是这样。” 同学们，我给你们讲这两个故事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我不会卖东西，更不会上网去卖东西，手机我都整不明白，哪会上什么网啊？另外，我也不会加持，别人家一忽悠你就信。现代人真可怜，甚至受到了高等教育。 读到博士学位，还是迷惑颠倒，邪正不能辨别。什么是加持？读《无量寿经》是加持。你念一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你摩顶加持，你念十遍，一天就加持十次，就灌顶十次，这是真正的加持，真实受用。 平等成佛，成佛了，你跟诸佛平等，跟阿弥陀佛也平等，这一点儿都不假，你信吗？以平等法觉悟众生，从修学方法上讲，这是平等法。等觉菩萨想修净土法门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也念这部经，菩萨、罗汉、人天、六道凡夫，凡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都修念佛法门。经上讲的受持、读诵、书写、称名、回向等，都是佛教我们以平等法度众生的方法。 平等觉，指如来之正觉，这是通称。一切诸佛如来，皆有平等觉的德号，所以平等觉是佛号之一。哪一尊佛心不平等，都平等；哪一尊佛不觉，都觉。没有不觉的佛。 没有不平等的佛，菩萨以下的众生不平等。菩萨因为一品生相无名，没有破，确实还有不平等的。但是佛决定是平等的，一切诸佛都称为平等觉，专就本经平等觉，以及。 极乐教主之圣号，这是本经上有的。本师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以及大众：“你们要不要见平等觉？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、无量寿佛。所以平等觉在本经里是阿弥陀佛的德号，经题上。” 前面有无量寿，后面有平等觉，是不是重复了？不重复，无量寿是性德，平等觉是修德。前面讲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三种都是性德，在性德里讲大乘是赞叹。 就像赞叹孔子，大意在这个“大”不是大小的大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无量寿是本性，庄严是美好到了极处，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到，这才成庄严。无论是正报、医报，都达到了。 真善美慧之极处，这是性德的显现。性德必须有修德才能显现出来。一切众生都具足性德，但没有修德，所以性德透不出来。清净、平等、觉这三个。 属于修德，也是真心三意。清净心是真心，平等心是真心，觉而不迷是真心。所以是真心三意，这三句也配佛法僧三宝，也配戒定慧三学，妙哉！ 经，经，意为气经，一气理，二气机，具贯，摄常法四意。经是通体，凡是佛菩萨说的教诲，皆尊称为经。泛语。 没有“经”这个字，梵语“修多罗”，意思是线。在古印度，书是用贝多罗树叶写的，两边打洞，用绳子穿起来，绳子就叫修多罗。所以，修多罗是线，有贯穿的意思，把它穿起来。中国人对线。 看得很轻，不重视它。中国古圣先贤的著作，我们尊称为经，所以就用经来翻译《修多罗》，不是他的本意。中国古人对佛经简别，像五经、十三经之类的，就加上一个“契”字，称作气经。气。 是契合，契有两个意思：契理、契机。上契诸佛所证之理，经讲的理论依据，是一切诸佛所证得的佛佛道同。用现代化来说，即是符合真理。下契众生的根性。 特别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平等普觉一切众生，平等普契一切众生根基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都契合这样的法门，到哪里去找？大藏经有许多经典，三藏十二部，浩如烟海，每一部经。 是气某一类的根基，不是普遍气机。的确，有高级的，有中级的，有初级的。就像学校教科书一样，有适合小学的，有适合中学的，有适合大学的，有适合研究所的。这是佛家的分科判教。 判教就是判定这部经典应该排在某个年度学习，这是依照经典内容浅深次第排课。唯独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从幼稚园到博士班，一本就够了，全都契机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这是很奇怪的，奇怪在哪里呢？ 程度浅的人念有浅的体会，意思浅；程度深的人念意义深。一同一本经，每个人感受不一样。《无量寿经》，老法师已经讲过十几遍了，都有录音录像留下来。你把每一次讲的拿出来比较一下，一遍。 比一遍讲的有深度，后面讲的比前面讲的义理深广。老法师告诉我们，前面讲的不是他有意讲的浅，而是前面所体悟和领会的有限。所以这本经，你永远念不厌，听不厌，讲不厌。 遍遍都有新意，真的是幼稚园到博士班都管用。不像其他经典，没有这种力量。什么是宝？这才是真正的宝，它是第一等的气机气理。其他经典从气理气机上讲，没有《无量寿经》这么圆满。 古人解释“经”字，常用“贯”“涉”“长法”四意。下面我们略说一下这四意。贯”“贯”则贯穿所说之理，“贯”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有条不紊，文章做得很好。 条理、段落、层次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佛法里讲，章法结构非常严谨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这是从外表上看的，从内在来看，经典的内容，也就是思想体系都有。 惯的意思。射一切经中，论射受的力量，《无量寿经》第一。射受是令人对它产生特别的爱好，令人读了欲罢不能，爱不,不释手。它有这个力量，百读不厌。 百听不厌，越念越想念，越听越想听。就像我听了二十年了，还没听够，听经听上瘾了。这种强大的摄受力真的不可思议。无量寿经的流通和弘扬，与其他一切经典来比较。 都没有这部经传播速度之快，传播范围之广，和深入人心，让人有一种势如破竹、势不可挡之势。这不是哪个人的力量，这是经典的功德力量。无量寿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 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议。经典的魅力，不可思议。这部经的摄受力实在太大了，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经。第三，长，长则古今不易。第四。 法法则远近同尊，古今不变是真理。远是古人，近是现代人。你要想一生成佛，你就必须遵守，要依教奉行。无量寿经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所有的法门，长。 就是超越时空，法是超越所有的法门。只要你遵守这个法门，必定一生成就；不依照这个法门，一生未必成就，只是继续不断种善根而已。依这个法门修学，决定一生成就。 今天这节课的交流内容就交流完了，我想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跟大家再做一点交流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感觉到，六合小院启动之后，好多好多同修一定是非常非常关注的，但是两个月二十天过去了。 网上没有一点这方面的信息，是不是同学们有点等着急了？所以我就借这堂课还有剩下的那一点时间，给大家说说六合小院的情况，让大家放心，好不好？六合小院法界共享，这八个字。 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佛友们感受最深的、最迫切希望的，可能是要来感受一下小院的氛围。我现在就把六合小院目前状况跟大家如实介绍一下。九月二号，我们入住了六合小院儿。 到现在是两个月二十天，这一大段时间，我们是一点儿也没闲着。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忙。怎么个忙法？为什么没闲着？有的同学说，我们啥消息都没得着，你们干啥呢？我现在就跟你们说说，我们干啥呢？干这个呢。当时啊，因为是。 八月份，送董老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大家都知道，助念了三十七天，老人家断食了四十天，一共念了多少小时呢？八百八十八个小时，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呢，一分一秒都没间断呢。念到什么程度呢？来助念的同修都感觉到。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出神韵来了，念上瘾了，所以把老爷子送走之后，这些同修继续留下来，还有个四十九天呢。有同修说，我们干脆留下来，再把四十九天念完，我们再回家。这样呢，四十九天也念完了，我们要往小院搬家了，这些同修。 还没走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很辛苦啊，所以就这一波同修就跟着我们一起住进了小院儿，感受感受小院的氛围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我想大家会理解的。他们怎么那么合适呢？他们赶上了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们专门邀请来的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然后那一波。 离开小院之后，我们又搞了几波的种了试验田，就像我们说的那样，七个人住七天，感受一下六合小院的氛围。到现在，如果我没记错，不是四波就五波，哎，就一波接一波这么的。有同学听到这里可能又不高兴了，那怎么就没轮到我呢？慢慢来。 我说呀，现在网上要来小院儿的，大概不下于万八千人吧。那你说我们就这么大点地儿，只能一次来七个人，而且只能住七天。你要住半个月，那别人就来不了了，是不是这么的？咱们不能自私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实验田做到现在四波或者五波，明天后天。 最后这一波撤退，这样怎么办？下一步我们小院儿自己要自修一段时间。我们真的太忙太忙了。我跟你们实话实说，你们要信我说的话是真的，我不骗你们。我们小院儿遵照印光大师的那个嘱咐，不超过二十人。 我们是绝对遵守这个的，祖师的教导，我们怎么能不听呢？所以，我们现在小院儿属于常住的，按人头扒拉着数，十九个人，没超过二十个人。前两天政府有关部门来检查工作，都笑了，说你们政策掌握得挺准呢、啊，因为咱们没聚众啊。 没超过二十人呢，所以我说到这儿，我估计有同学听了，可能都笑了。刘老师说净说大实话，我真的跟你们说大实话。另外，你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得修啊？这一段时间真的把我们忙坏了，因为后续工作有很多需要做的，需要人手啊。你看看，农场的员工。 公司的员工就占了十几个人，啊，这、就是实际的，你都按人头数能能数出来的。你比如说，我说这个道场，你说它是个道场，也贴边儿啊，毕竟有我们几个老太婆在这念阿弥陀佛。你说它不是一个道场，也中啊，因为啥？人这是企业呀、啊，企业打底儿啊，人企业有员工啊。 那菩菩提心他是董事长，他得给他的员工开支啊，员工得养家糊口啊，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呀？所以现在情况就是，大部分是员工，他们是要劳动的，以劳动为主。比如说种地呀，这些活儿都得需要有人干呢、啊。我们有那么多水果园呢，得需要有人管理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是劳动者。 我们这里这个道场加个引号，就算它是个小道场吧，和海鲜老和尚那里是一样的，干活念佛念佛干活。我今天说了一句，我说就我们三个老太婆吃闲干饭的。我说完，我又给解释了，我说错了，不能这么说，没吃闲干饭，我们将来要去做佛呀，我们一成就。 一切账都了了。如果我们要不成就十方供养，那我们就欠账了。所以现在真正的在念佛堂里念佛的，常年坚持的就是菩提心的婆婆刁居士，还有我一个。我现在因为写讲稿，还不能到念佛堂去念佛。原来是我们四个人。 菩提心的公公婆婆雕居是我当时后来还有个李大姐，后来李大姐因为胳膊有伤，她就回去了。真正现在念佛的，如果不算来的这一波一波的同修，真正念佛的就三个人，不下地干活的，铆大劲算不超过五个人，三个老太太超过七十岁了，雕居是。 七十二了，我七十六了，婆婆今年都八十一了，所以我们是特殊被照顾的对象，可以不下地干活就是目前就这种情况。现在你们不知道啊，接待这四波或者五波同修啊，没人呐，人手太少了。比如做饭，一一来人这个工作量加大。 你比如说，我们是来一波佛友换一次铺盖，呃，都要重新拆洗的。那这个都需要人去干呢。所以我们这里是不说日夜兼程、全力以赴也差不多。你们想想，这接站送站没那么多人儿啊，这些人要下地干活的，所以那接站送站呢，也都是一个难题呀、啊。 从现在开始，最后一波佛友退出之后，我们就要认真考虑这些问题，怎么样来处理，怎么样来解决？我要跟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法界共享啊，方式方法是多样化的，大家别以为非得来小院住那才叫共享。我没去住，我就没共享，那我我们实实在在是做不到。 那万八千人咋来住啊？要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你来给我排排队，给我拿个名单，我照你单子办事儿，好不好？我们笨呐，想不出招来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，我们是全力以赴。当我们休整一段时间以后，把这两个月零二十天我们的经验也好，教训也好。 我们坐下来捋一捋，捋出个头绪来。好的，我们坚持；不好的，我们把它去掉。这样认真接待以后来的同修。但是你们千万别着急，别一大帮一大帮的往这来，那样啊，小院被封闭，可能为师就不多了吧。咱们要遵守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。 啊，政府的要求，有关部门的要求，作为佛陀弟子，一定要遵纪守法。我在这里跟大家通报这一些消息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和大家共同分享的。你们不要着急。哎，如果你非得说来才叫分享，可能暂时你还真来不了啊，因为现在情况特殊。 有的具体情况也不便细说，希望大家理解。今天这个招呼就打到这里，这一节课的交流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